恭迎皇后娘娘，参见皇上。啊，免礼。 儿臣参见父皇母后。惠儿回来了，快快起身。谢父皇母后。启禀父皇，反我北境之禁军已被儿臣击退，请父皇安心。好，惠儿辛苦了。<咳>父皇，望父皇保重龙体，国事大可交给儿臣处理。 谢谢这位客官，谢谢。管我要钱？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老爷，今儿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。现在认识了吗？认识了。认识了还敢管我要钱？啊！儿臣此次虽击败禁军。 但禁军一直觊觎我大梁国土，不断骚扰我北境边疆，还请父皇增兵北境，以抗禁军。嗯，就依你，你去办就是了。可有真儿的消息？安卿也来信，已经找到了真儿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陕州，不出几日便能回宫了。 又来了个不知死活的！我倒要看看谁不知死活。别！大哥，你快走！别急我！朕派他去南方体察民情，他可倒好。我看他是玩疯了，不想回来。哼！父皇。 为何如此紧急招四皇帝回宫？话说5年之前，这皇朝的余孽被当今圣上歼灭殆尽之时，本欲扶持李唐皇室。 两位客官，李氏的后人无能，不堪大任，请圣上便顺天而为，取而代之，这才有如今大梁这盛世皇朝。好，稍等。为了稳固社稷，安定朝纲，圣上在新朝初立的当日，便颁布了禁武令。 宣布从此以后，大梁之人莫谈武学，莫习武功，且将精铁冶炼之权也收归了朝廷。从那一年开始，这江湖之上，您慢用，就再也见不到仗剑天涯的侠客和快意恩仇的侠女啊！哎。 那你知道皇上为何颁布禁武令呢？您慢用。据我所知啊，当年皇上征讨皇朝反贼的时候，拥护他的可都是武林中人呐。这位客官，你问得好。这当年皇上确实是深受武林中人的拥戴，皇上可谓是深知武林中人何重之力的威势。于是，在新朝初立时，便诏令天下。 江湖禁武，而之前的江湖人士，要么被朝廷收归己用，要么
便悉数歼灭，防患于未然呐。那照你这个说法，我们当今大梁除了宫廷之外，再无习武之人了呗？哎，也不尽然，一些镖师护院才会习得一些浅薄的招式，用的也都是木棍、木剑等木质武器。再说，这漏网之鱼，那也还是有的。当年皇室铁骑一路南下，兼职当时的第一大宗门青木剑宗，而青木剑宗一夜之间竟被血洗一空。后来在清点尸体的时候，才发现武艺最高的大弟子宇长空的尸首不见了。据我所知啊，事情另有隐情。当年这个青木剑宗啊，其实是想要归顺朝廷，可是朝廷不接纳，还派人灭了青木剑宗满门。胡说八道，分明是青木剑宗意图谋反，朝廷在派兵平乱。二位客官息怒啊，息怒，千万不要惹火烧身。都怪在下说得不好，我给你说段好听的啊。哼，真是可笑，只允许朝廷做不耻之事，还不许百姓议论。你是何人？好大胆！朝廷尊严岂是你能辱没的？我跟你说话呢。这位大哥，可否出手相助？事后必有重谢。清月，这人口出狂言，衣着邋遢，分明就是个酒鬼，求他干嘛？他们是一伙的，上！清月，刚才那下是你搞的鬼？大侠，跟我来。走吧。多谢大侠相救，不知如何称呼？在下姓于。我看于大哥武功非凡，以前可是武林中人。
学过一点浅薄的武艺。我们是洛阳的商人，这位是我家公子。如今我受了伤，无力再护送公子，不知您是否可以与我们同行？放心，事后必有重谢。青云，邋遢鬼，会几分武功又怎样？用得着他送我？一会儿啊，我去找本子。不知于大哥意下如何？于某武艺浅薄，更无意卷入江湖争斗，恐怕难当此大任。哎，你家有这么奇怪的木剑，还说自己不是武林中人？哎，你今夜你们就暂且在此休息，至少我还可以保你们一晚上平安。于大哥，清月，你都受伤了，不如多休息几日吧。殿下，我的伤真的没事。这些刺客分明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倘若还在此停留，只怕会有更多的刺客来袭。你多虑了吧，说不定他们认错人了呢。这些刺客用的是精铁兵器，而且剑身刻的是青木剑宗的标志，但是青木剑宗早已灭门，这背后主使恐怕不简单。那你为何不让我找诸君护送？就算是青木剑宗的余孽，只怕没有朝廷的关系，也弄不来这些兵器。若朝中之人联合余孽，意图行大逆之事，那我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。我若去寻诸君，只怕更容易被察觉。那该怎么办？这位于大哥是深藏不露的高人，只盼他能送我们一程。他？伤势严重，又中了肺功散，以后万不可随便动。你每动一次真气，这毒性就会增加一分，直到毒气攻心，不治身亡。当年秦掌门与我有恩，如今他遇大难，我只有将这神皇木剑送你。此剑是我用天山的神皇木制成，你随身携带，可以压制毒性，保你的性命。如今朝廷禁武，百姓不能携带兵刃，你就用这木剑防身，再配合你们青木剑宗的破气剑术，足可以媲美任何神兵利器。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刺杀我皇儿？据安统领回信来报，刺客使用的是青木剑宗的兵刃。都怪儿臣当年未将青木剑宗余孽清理干净，至此连累了四皇帝，请父皇降罪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别太过动气了，龙体为重。青木剑宗
已被剿灭多年，只怕此事有些蹊跷。臣妾已派张将军前去接应他们了。好，真儿他万不能出事。我心意已决，将皇位传与真儿。秦月，于大哥，入京之后，报酬要用黄金献祭。那是自然，多谢于大哥相助。还有什么劲？去！公子，我已经向家里传信了，让他们派人来接应我们。公子，怎么了？喂，我渴了。去给本公子打些水来。我去吧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听不见啊？公子，我有伤在身，万一刺客再来……行，那你去吧。嗯。哎，注意安全。酒鬼，老酒鬼，你那天用的什么武功啊？怎么在我胳膊上一拖就有那么大力，连对方剑都震碎了？还卖起关子来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你还笑，你笑什么笑？公子，公子，前面就是宜阳城了，再走两日就可抵达京都，我们还是抓紧赶路吧。哼，清月，他们怎么又回去了？嗯，这什么呀？菜啊！不行，放那儿。快点，七爷，放那儿，这不行。放那儿，放那儿。他们若是不回去，这手里的东西也要留在那儿。这些官兵也太猖狂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在此吃拿卡要。你走吧。大梁开国至今，那个皇帝只顾着铲除异己，维护皇权，何时整顿过吏治？你个酒鬼，会几分武功，敢在这儿妄论朝政？当今皇上英明神武，肯定有解决办法。若当真有解决办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何还是如此情景？你，公子，我们还是先过关卡吧。走走走，小燕儿，
什么？想造反呢？小子，你给我乖乖配合点，否则大爷把你弄死。这位军爷，他是我们家公子，不懂事儿，您别介意啊。我这有点银两，你拿着给兄弟们买些酒喝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会儿。你这身上背的是何物啊？问你话呢，哑巴了。这位军爷，这是我家仆人，他平常……我问你了吗？我问的是他。把这个背包给我打开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紧张什么？一根木头而已。客官，请慢走。客官，这边请。几位客官，来点什么？先来壶茶，再来几个小菜。好嘞。于大哥，我看你上次河边出手之后，身体似乎有些不适。我早些年间受了些伤，所以每次运功身体都会不适。那你还敢接这单？真是视财如命啊！客官里边请，请坐。你来点什么？来壶茶。哎，好嘞。有点意思，瞧瞧，滚！走走走走，小娘子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为什么还带个斗笠？莫非是有绝世容颜，怕被坏人看见？哟，小娘子还不说话。害羞了吧？公子莫急，我看这姑娘不简单。来，让大爷瞧瞧。来，给走。妹，走！
于大哥，你们是师兄妹。敢问于大哥出自哪一门派？这江湖之中早已没有门派，出自何处又有什么区别？几位爷，这……这个你拿着，做，再给我们开四间客房。哎哎，小二，哎，小姐的，带几位爷上楼。哎，好嘞，客官，这边请。师妹，师兄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我活至今已是幸运，比起咱们那些门人，我又岂能受苦？倒是师妹你这些年去了哪儿？当年掌门让我出门办事，我才得以幸免。随后这几年我一直都在找你，可是都没有消息。委屈你了，师妹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听说陕州城中有高手打斗，我本着万一的希望沿路寻找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呀，来，客官，这边坐。来回你们这儿的上等好茶。哎，好嘞。看什么呢，清远？这两个人一进来就在四处张望，分明是在找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去找于大哥。哎，陕州城中之事确实我所为，可与那二人有关？我此行正是为了护送那位公子去京都。师兄，我跟你一起。好。于大哥，有情况，进来说话。这楼下全都是探子，怎么办呀，师兄？等等看。哎，这走开，走！哎哎哎，客官，您这是？让开，滚！大人，他们就在楼上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有队官兵朝这边来了。看到两男两女在这客栈里，我有办法。嘿，跟你们说话呢。大爷，您要找的人啊，在上面。他们伤的我，大胆刁民，敢伤我外甥，来呀，给我拿下！
难得充军，你能卖到窑子里去？慢着，光天化日你们不问缘由，就要抓我等去充军？杀我外甥，我就要抓你们！你徇私枉法，就不怕朝廷查你吗？在这儿，我就是朝廷。哼，大哥，还不动手？嗯。 这边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休息会儿。哎呀，你笑什么？亏你能想出这个办法。哼，本公子聪明绝世，用不着你夸。 这儿还是不太安全，继续赶路。走。啊，走吧，公子。哎，那，啊。 好伸手，废话少说，是。师兄。 师兄，师兄，快找一个地方给师兄疗伤。走，快！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会中了这肺功散？ 有这神皇木剑帮你控制住毒性，你恐怕连正常的行走都会有困难。你为何还要护送那位公子？这位公子身上所带的龙形玉佩，和那年灭我们门人的那位大梁皇子身上所带的铸衣一样。我想，他应该也是大梁皇族中人。所以，你假借护送之名。没错。 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报仇。无论如何，这次机会我都不能错过。可是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，我只能暂时帮你控制住毒性。可是我怕我没有机会了。于大哥，喝口水吧。 你受伤了还喝酒啊？我早年间中过毒，唯有每日饮酒，方可压制一次毒性。殿下。
张将军已经回信，他会派人来接应我们。只不过我们要更加小心，最后一段路恐怕最凶险。与张将军会合后，我们便速速入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殿下，四皇子一行已经离开宜阳，近几日就要抵达京都。有情况，走。真是阴魂不散。今天你们都得死。上。末将救驾来迟，请殿下恕罪。将军免礼。谢殿下。于大哥，这位是张将军。于大侠，此番多亏有你，我家殿下才能顺利到达这里。不必客气，我也是拿人钱财行分内之事而已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我们暂且在此休息，明日一早出发。这之后的防卫由我们负责。于大哥，你救了我，明日便随我回京都领赏吧。既然公子已有人相送，我与师兄就先行告退。秦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宫中之人，大梁皇城名医众多，正好随我们进宫治疗，说不定能治好于大哥所中之毒呢。可是，师妹，安姑娘说的对，如果我们进宫，有名医相知，兴许我也能少受些折磨。师兄，秦姑娘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不要推辞了。走。
明天入宫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去报仇，了去心愿。我也是青木剑宗门人呢。师妹，皇宫内院守卫森严，我一个人去更便于行事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经过你的针灸之术，我已无大碍。我只是暂时帮你控制住毒性，可是你进皇宫就是去送死的。师妹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啊？师妹，我听。师妹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，相信我。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我不想再离开你。你去城中找个客栈，等我。老酒鬼，给你带药来了。秦姑娘怎么了？她不太喜欢宫中的繁文缛节，明日她就不一起入宫了。哦。之前对不起啊。为何道歉？我不知道你中毒了，还以为你就是个酒鬼呢。来，陪我喝一个。来，老酒鬼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当个差呀？闲散惯了，不喜欢被约束。我也不喜欢被约束，所以老往外跑。可是这次父亲病了，必须得回去。至亲尚在，多好啊。怎么不见你提及家人啊？家人死于战乱。不好意思啊。当年皇帝四处征战，或有名人吐露武林人士，失去至亲的又何止我一人？可若没有当今圣上，只怕这大梁境内还处于战乱之中。虽说皇上铁血立国，但确实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啊。可这一路所见所闻，真的太平富庶吗？认识认识。快拿来吧你。在这儿，我就是朝廷。可治国之道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于大哥，明日便回宫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是大梁四皇子朱有贞。
你是谁无所谓，我只管送你入宫，拿我的赏钱。其实此次父皇让我入宫，是想跟我商议储君之事。那多好啊！可我不想做一个身居宫墙之内的帝王，规矩太多了。我就想做一个侠客，仗剑在手，浪迹天涯。可是父皇颁布了禁武令，江湖中早没有侠客。只要侠义在心，有剑无剑，你都是侠客。还是大哥说的在理。明日回宫，我便告诉父皇，将储君之位让给皇兄，我去浪迹天涯做侠客。到时候你再教我一身武艺，你教我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来，大哥，喝酒。殿下，四皇子入宫了。母后，儿臣回来了。真儿，儿臣参见母后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回来就好。谢母后。都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辛苦了。哦，对了，母后，这位是于大哥，这一路上多亏有他，不然儿臣就见不到您了。你护送有功，理应重赏。谢娘娘。皇后娘娘，三殿下来了。快宣。是。安统领，你且带着这位于先生下去休息，明日再论功行赏。是。望家告退。于大哥这边请。母后，可是我四皇帝回来了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惠儿快平身。谢母后。皇兄。四弟，皇兄听说这一路上有逆贼意图谋害于你，快让皇兄看看。没事，有惊无险。这些刺客真是胆大妄为，这么多年了还贼心不死，意图谋害我皇室众人。惠儿，这件事你一定要仔细去查。是母后。母后，父皇如何？你父皇刚服完药，已经休息了。晚一些，他自会召见你。那就好。母后，既然四皇帝平安无事，那儿臣也就放心了。儿臣告退。好。皇兄。快快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真儿快快平身。谢父皇。父皇身体可好？父皇老了，这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。父皇哪里的话，您只是偶感风寒，休息几日就好了。此次朕急召你回宫，是有要事与你商议。徐大人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方才皇上召四殿下觐见了。燕！
父皇，您又要跟儿臣商议立储君的事儿啊？儿臣无异于此。三皇兄自幼随您征战沙场，论谋略胆识，他比儿臣更合适啊。他只可为将，不能为君。辉儿为人太过狠戾，他若当了皇帝，怕是百姓之祸呀。你不一样，你虽然贪玩，但为人正义，生性善良。朕唯有将大梁交付于你手中，方可放心呐。可是，儿臣志不在此，儿臣只愿得自由之身，浪迹天涯。父皇，父皇。父皇切莫动气，儿臣遵旨便是。好，如此朕便放心了。你先回宫歇息吧，朕有些累了。儿臣告退。来人，移驾御书房。是。启禀皇上，三殿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。谢父皇。辉儿，你为何来此？父皇，身体如何了？较前几日好些了。那儿臣就放心了。父皇，方才儿臣听闻四皇帝入宫，不知四皇帝一切安否？辉儿，朕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有些东西不是朕不给你，只是真儿比你更合适，你可明白？父皇，儿臣不明白。儿臣自幼随您征伐，建功立业，论文治武略，儿臣哪一点弱于四皇帝？是，这些你都强于真儿，可是有一点你远不及他。哪一点？心性。
当年你所做的事，以为朕不知道吗？青木剑宗被你所灭，你跟朕说，是青木剑宗屡伤我大梁士兵。可据朕所知，青木剑宗当日是成了投降文书的。父皇，你是从何处听来的消息？肯定是有人污蔑儿臣。哼，你真当朕是老糊涂了吗？父皇，除了青木剑宗以外，江湖其余多少门派是因不愿被你所用，便把他们灭掉了。如此狠毒的心性，你让朕如何把大梁的江山交付于你？父皇，儿臣所为全为大梁。您当年率领武林中人四处征战，自然是知道武林中人何重之威势。儿臣若不设法一一将他们铲除，我们朱家的江山怎么能坐得安稳？你，我只当你是力气太重，做事狠辣，没想到你的心胸竟然如此的狭隘。我们皇家若是治国有方，百姓安乐，哪里会有被颠覆的可能？父皇，儿臣所为皆为大梁。执迷不悟啊，执迷不悟。父皇，你走，走吧。再过几日，你便回北京，去固守边疆。没朕的召唤，不要再回京都了。父皇，请父皇收回成命。不要再说了，朕想休息了。父皇，难道就因为儿臣是庶出吗？放肆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儿臣告退。我本来想半路截杀老四，让你传位于我，可不想冒出一姓余的，让他安全回了宫。我只不过想给自己最后争取一下，所以前来求你，你却如此对我。既然你如此绝情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杀老四。这皇位终究还是我的。什么人？于长空，果然是你，你还没死。我一直以为是皇帝心狠手辣，没成想杀我师父，引我满门的真正凶手竟然是你。怪只怪你师父不肯为我所用。
你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来人呐，有刺客！走。父皇，父皇。父皇，圣上，前段时间跟你们一起进宫的姓于的人，乃是当年青木剑宗的刺客于长空，是他杀了我父皇。追！跟我来！父皇。这是何意啊？何意？护送你入宫的人，乃是当年青木剑宗的余孽于长空。于大哥是于长空？就在刚刚，他先刺了父皇。什么？父皇呢？被你贼与长空偷袭，已经驾崩。父皇，四弟，你隐匿贼与长空入宫行刺父皇。没有，我不知道他是与长空。确实是你带进宫来的，皇兄只能将你暂且押入天牢。不过你放心，皇兄会早日还你清白。来人，将四皇子押入天牢，等待逆贼与长空落网再做定夺。不好了，娘娘，皇上遇刺了。什么？三殿下说是与四殿下有关。已经派人将四殿下押往天牢了。娘娘，娘娘！快站住！站住！这边，快！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我去擒他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。师兄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安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没想到你们竟然是当年青木剑宗的人。你师兄与长空刺杀了皇上，我要将他抓回去。杀皇上的另有其人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皇上分明死于你的神皇木剑。我是被诬陷的。皇上是被三皇子打碎喉骨而死，你若不信，可回宫验尸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师兄亲眼所见，若真是师兄所为，岂能在这儿与你好好说话？四弟，你怎么会如此糊涂？这与长空一路上分明就是在利用你，你说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，让我再见一下父皇。母后，让我再看父皇一眼。慧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父皇他怎么会？回母后，儿臣亲眼所见，护送四皇帝回宫的人，正是当年青木剑宗的逆贼于长空，是他杀了父皇。慧儿，你随我来。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
可是这件事情会让四殿下受到牵连，你们是四殿下带入宫的，就算我相信你们，可你们怎么让四殿下摆脱嫌疑？办法我自然有，但是你得先带我见到四殿下。真儿生性善良，我相信他一定是被人所蒙蔽。母后，儿臣也相信四皇帝是被蒙蔽，可是这羽长空的确是跟四帝一起入宫的，按照大梁律法此罪当斩。母后，慧儿，你若是能保住真儿的性命，这太子之位便是你的。母后，儿臣与四皇帝情同手足，儿臣定会竭尽全力调查真相。儿臣恭送母后。安统领，皇后娘娘给四殿下做了些吃的，让我们送进去。安统领，三殿下交代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放肆！皇后娘娘的旨意，你们也敢违抗？不敢不敢，安统领，请。殿下，是你，你是羽长空？是。你救我是为灵斗武的信任？是。你说教我武功，让我仗剑天涯，也是在骗我。是。所以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杀我父皇？对。会是谁？殿下，于大哥亲眼所见，是三殿下所为。还有之前派来刺杀我们的人，也是三殿下。你这个皇兄，为了夺皇位，连自己的父皇都杀。你这么说，可有证据？我自然。诸位，今日召集各位大人入宫，是有要事通知大家。就在昨夜，宫中突逢巨变，青木剑宗余孽羽长空刺杀了我父皇。真会的，现在龙体如何？我父皇本来就龙体抱恙，被逆贼羽长空偷袭，
最终驾崩于御书房。这逆贼与长空乃是当年青木剑宗的余孽，他处心积虑，先是刺杀我四皇帝，最后又假意救他，最终骗取他的信任，利用我四皇帝进入宫中。我这四皇帝生性善良，只可惜被宇长空所蒙蔽，最终铸下如此大错。竟有此事啊！皇后娘娘，三殿下，如今皇上御赐，宫中遭逢巨变，周边各国又与我大梁摩擦不断，当尽快拟定人选，继承大统才是啊！所言甚是啊！是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不然可就乱套了。不错，皇后娘娘，以微臣之见，皇子中唯有三殿下行事稳重，有皇上当年之风范，若要立新君，非三殿下莫属。所言甚是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最佳人选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先要将行刺皇上之人绳之以法。你说，是不是？母后所言极是。那我问你，昨日行刺皇上之人，到底是谁？是与长空杀了父皇，儿臣亲眼所见。可哀家这儿有位人证，据他所说，昨日刺杀皇上的另有其人。什么另有其人？这是究竟是谁呀？逆贼与长空，还敢上殿？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是是。慢着，不好，他可是杀害父皇的凶手。让他说。我青木剑宗与皇室之仇，世人皆知。而且昨日，我的确潜入了皇上的殿中。什么？大逆贼！逆贼！晋升，听他说完。当时我躲在御书房，正欲动手，便看到三殿下来寻，意欲让皇上传位于他，可是皇上不同意，他便与皇上起了争执。之后，皇上告诉他已传位于四殿下，他便恼羞成怒，动手杀了皇上。而且，四殿下回京的路上所遭遇的伏击，一切的主谋都是他，一派胡言。昨日父皇分明说要传位于我，是你突然出现杀了我父皇。皇上是要传位，但并不是你。此诏书确实为皇上御笔所书，写明了要传位于四皇子朱有贞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就算父皇要传位于四弟，
但你凭什么说我杀了父皇？凭我。你说是宇长空杀了父皇，那昨日他是如何行凶的？当然是用神皇墓镜，昨日许多人都看到了。我已请太医验证过，昨日父皇之死并非是神皇墓剑所致，而是因喉骨遭到重击碎裂而死。宇长空身受废公散奇毒多年，早已使不出如此蛮横的劲道，昨日父皇定是你杀的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你姐姐，逆贼而开，所有人闪开，不然我杀了皇后。母后，苏苏犯了皇后。本以为我就要成功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搅了局。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清月，你速速调兵。是。你真以为能打得过我吗？若不是当年你拿废公散暗算我，你又岂能赢我？你残害我青木剑宗满门。没错，你师父是我杀的，谁让你们不肯归顺我呢？所以你们都得死吗？拿命来吧！此狠毒，狠毒！这大梁的江山，是我帮父皇打下来的。你有什么资格坐这个皇位？啊？
从未有继承帝位之意。父皇如此安排，定有他的道理。可是你，别给我提父皇。论文治武略，你哪点比得上我？就因为我是庶出，你作为皇子不孝，作为臣子不忠，如此不忠不孝之人，你怎能治理大梁？今天我就让你去陪父皇。小心！大哥，大哥！师兄呢？殿下，逆贼朱友辉和其余党悉数落网，等您发落。宇大哥。